开饭了，家人们，来美女斯坦福大学的石美自助食堂吃午饭了。今天这是有什么评鉴大会吗？老规矩，排队的 special， 先来点米饭，来点娃娃菜，开始要饭。来点蔬菜，再来一个酱香辣鸡腿，打一碗米粉，这个夹子太难吃，怎么半天只夹到一点？加一些鸡汤，这个鸡肉太松了。最后来点豆腐干，麻婆豆腐汤的浇上，炸鸡蘸上酱更好吃。再给米粉加点料，来点葱，炸蒜泥。今天还有紫薯块，水果剩的不多了，有啥挑啥吧。有了巧克力酱、干角、酸奶和万颜食色，掰好的瓜子仁谁不爱呢？多拿一些，咸味瓜子仁配上超甜巧克力酱，可能屏幕前有些人已经受不了，但我真的觉得很好吃呀。怎么不好吃呢？我记得有个食堂做过，是进货食堂。哦，这里会播主题，嘿。今天换个大点的杯子过主题。今天这个效果拉满，家人们，这个雪顶打起来。今天的午餐最后长这样，家人们我还满意吗？来说个粉，这个鸡肉在汤里泡了一会变好吃了，来个鸡翅根，谁能拒绝打几次？瓜子吃起来太爽了，临走顺个芒果，